家人们说好几天没见妈妈了，妈妈今天就出个镜吧。回家就开始今天的作业，最近都在期中复习。可怜的孩子把卷子弄丢了，我又打印了一张黑漆漆的。爸爸，回去明天要期中考试呢。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现在才告诉我？就是忘了嘛。那我们今天晚上加班复习吧。好，为了吃大鸡腿。我们先把这段时间的错题整理出来。爸爸，我要抄题吧。不用抄，抄了多麻烦还费手嘞。来，为了这次的期中考试，我特地给你安排了应先生错题打印机。哇，我上次记得我也有一个好朋友在用这个东西。这些带星号的题目都是你之前做过了，我们先把它给印出来。好的，我能不能让我来操作呀？那可以，你来。好，先把错题拍下来，自动识别，再一键擦出答案就好了。 哇出来了。那把它打印出来吧。这个是吧？对。不是，前一天最重要的就是错题回顾，不然明天碰到同样的问题你还是不会。爸爸，怎么可能会碰到同样的题目啊？嘿嘿，你看这个应先生相同的题目直接给你举一反三，一样的题目给你出三道。 What？ 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彻底理解解题思路了。把它打印出来。真厉害啊。我们开始。开始。加油吧姑娘。一，哎呀，终于会了。终于把错题都整理好了。复习完成呀，那这下明天准没问题了吧？对，一定准没问题了。休息一会儿吧。自己打标签完。咋了咋了？看，还有这么多手账的。哇，这么多手账啊。对。太可爱了，我也来打印章。来。好。打印头上飞机腿。哦呀呀呀呀，飞机腿。